大家好，欢迎收听微读时光，为您分享张晓峰的文章《从俗》。当我们相爱，在开头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清雅非议，仿佛有一个新我自救我中飘然游离而出。当我们相爱时，我们从每寸皮肤、每一缕思维伸出触角，要去探索这个世界，拥抱这个世界。我们开始相信自己的不凡。相爱的人未必要朝朝暮暮相守在一起，在小说里都是这样说的。小说里的男人和女人一眨眼便已暮年，而他们始终没有生活在一起，他们留给我们的是凄美的回忆。但我们是活生生的人，我们不是小说，我们要朝朝暮暮，我们要活在同一个时间，我们要活在同一个空间，我们要相思相守，相牵相挂。于是我放弃飞腾，回到人间，和一切庸俗的人同其庸俗。如果相爱的结果是我们平凡，让我们平凡；如果爱情的历程是让我们由纵横行空的天马变而为忍辱负重、形象一路崎岖的承载驾马，让我们接受；如果爱情的轨迹总是把云霄之上的金童玉女贬为人间烟火中的匹夫匹妇，让我们甘心。我们只有这一生，这是我们唯一的筹码，我们要活在一起下注，我们只有这一生，这是我们唯一的戏码，我们要同台演出。于是我们要了婚姻，于是我们经营起一个巢，七手其间，在厨房，在餐厅，那里有我们一饮一啄的牵情，贴向生活，贴向平凡。山林可以是公寓，殿林可以是诗，让我们且来从俗。